Hello， 姑娘们，现在是下午2点钟。今天的计划是整理房间。第一步就是把我床上的这个衣服堆给它识别分类，消灭消灭。这里呢，咱们是使用的人类原始识别方法，没穿过，非常的简便、快速、有效的识别。那小小的成就感这就来了。下面我们开始清洁桌面，把平时放乱东西呢各归其位。库洛米闪亮登场，擦擦擦。这个步骤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解压。那平时一些不常用眼影要进行定期的擦灰尘。这个置物架里放的通常都是我随手需要用到的东西。虽然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懒人，但是呢，定期的对房间进行清理，真的会有效的提高生活的幸福感还有成就感。将将需要经常够手就能用到的东西都放到这里啦。一些名牌和贴纸，这盘眼影呢我经常用到，所以也放到这里啦。身体乳和干发喷雾，一些不同型号不同款式的假睫毛，将一些常用的化妆品放到随手就能碰到的位置，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我们出门的效率。差点忘了，这里还有一坨，不过呢，在我快速的收拾下，它已经很完美的变成了一个美观的架子。